这些都是这个世界的常识，也不知道你怎么活的，这么久了也不知道。我就再问一个问题。说。我以为大家都是看过小说穿越的，你才先下手收一清为徒，结果你是个 bug， 对暗暗病玩家太不友好了。不过你说的小说是什么内容啊？还能有什么，就仙侠言情啊。嗯，是肉文？不多，大概四五章吧。你在说啥？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何必害臊。而且你要庆幸你侄女看的不是耽美小说，不然你会很危险。师父，嗯，托师父的福，在下已经顺利结成元婴了，但接下来要修行的路还很长，要继续有劳您了。这就是未来前途不可限量的艰辛。易经，徒弟啊，你可终于可以烧饭给我吃了。师父吃了好几天主食，赶紧去烧几道吧。遵命。这一切到底是闹哪样啊？那个老乡，你以前是做啥的？搞网络的，以前自己开公司，养一堆人，挺累的。对了，我之前不叫孤月，修仙之后他们说要取个道号才叫这个的。啊？哦，那你叫啥？我本来姓牛，叫牛化云。哇，你有本性啊！你竟然就是 YY 集团 CEO、人称 Z 国首富的牛爸爸！啊，牛爸爸，滚！老子没你这开挂的闺女。何为 YY？ 邪妖？所以师父以前就知道孤月尊者的名号？算是吧，他是我们村的首富，富得流油的那种。原来尊者以前还有这般经历啊！那师父以前呢？那啥，我是一个恋家的人，我觉得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在家最重要的是孝敬父母，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，所以我全心全意在家服侍二老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师父果然是重情义之人。啃老就啃老，能不能别说得这么光明正大。师叔，嗯，出大事了。哎呀，一时说不清楚，师叔随我去一趟丹药峰就明白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易经道君，啊，恭喜您顺利结婴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易真人也一块过来吧。师父，徒儿去去就回，你吃好喝好。哦。这位是？是药丹峰堂主玉鼎真人。也不知是哪个魔修，居然下此狠手。敢闯入玄天宗，并暗杀一位元婴真人，想必不是泛泛之辈呀。不过这里阴气还如此浓烈，想必魔修离开不到半炷香时间，那就表示魔修还在玄天宗。快去敲响主峰的彻明钟，封锁所有入口，捉拿魔修。遵命。哦。